哇、哦，这几天海边的能见度特别低，现在最多就30米到20米。然后现在是早上5点多，过来把这个草底的紫米长坑给它盘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轩，今天又来盘坑了，期待收获多多吧。我们装点嘴，开盘开盘，来，发大财。水差不多快抽干了，然后这边都是黑鱼啊，那边也有黑鱼，整个坑都在沸腾。我们再抽一会儿开抓吧。这底槽鱿鱼在比较多，我们去给它关掉，我们开抓吧。哇，哦，嘿，嘿，哇，哎哎哎，哇，大一条，嘿。鱼庄在开抓开抓，嚯，都是黑鱼，这给力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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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。我刚才看见，嘿，你跑，哇、哦，嘿，嘿，哇，大黄钓啊，哇、哦，这是可以，给他做了做了，哇、哦，这是，哎，这边，哦，嘿，黄钓，哦，我还以为，哦，我这么给力，我还以为你没力气了，做了做了，黄钓黄钓，哇，今天这坑可以，呼、哦，哇、哦，真的整个坑都是，嘿，哦，我一，哎，今天。别跑！喂，好，你也跑！吼吼吼！九海钓，九海钓，到了，到了！哇，今天这边战年群雕乱舞啊！哇，这边有一堆啊，连吃！哎，可以！哎，你跑！嚯，还有小的十几股，啪，打得我一脸都是大招战的！哦，来来来，给不给力？海钓，海钓！哇，这太给力了！来，我们。看这边这只交的十几公，不管它，旁边再找一圈吧。我跑，你跑你跑，这底下要先给它摸干净，然后这边摸一下，哇，哟，哇，真的是群雕乱舞，我抓不到，太小的我们就不要了，抓不到的就不要了，今天就抓它，哇，这边有一条大。哦，又一次大黄钓，走了！哇，今天黄钓抓的个头都是老大，给力给力！哇，螺给他捡了，先捡螺，不管了，螺好多。啊，捡了十几公，看成灾了，这都是这么小的，那边也有，难怪刚才那么大黑影，都给他弄下来。懒得再缺眼了，来来来，我们继续找我，没空跟你玩。我这边，嘿，哇、哦，这边，嘿，嘿，嘿，哇、哦，整个坑都在沸腾，那边也有，哇、哦，太给力了，嘿，嘿，哎，黑掉黑掉，在这边刚才还有，这钓鱼夹太多，我嘴流太多了，没办法。啊、这边还有，哇，这都在动，我刚才脚踢一下了，这边都沸腾起来了。群雕乱舞啊，这就是叫群雕乱舞啊！哇，这里面都是黑雕、黄雕，可以呀、啊。我用脚给它弄一下。刚才有看到，哇，这在这边乱游乱弄的，我都抓不到它，应该是个头太小了吧？个头太小了，我们等下就不要，就不抓了。在这边一次。这只个头可以给它带走，黑掉。嘿，这边，哇，这只个头大，跑还抖，进度。这追就好了，这上面看一下，上面感觉没什么感觉，那我们就不找，下面继续找一圈看有没货，没货就走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哇。绿蝉逗海葵，逗一下就回家了。看招呼，来坐。好了，感觉也找干净了，也没怎么货了。不过今天这个场面特别刺激，群雕乱舞啊，太给力了。走，看招呼去。哇，发财了，今天发财。来看一下今天招呼，哇，今天
看，大黑鲷，这只差不多有个一两斤，应该是有了。黄鲷，哇，然后这连只，哇，这连只加起来就可以卖它个几百块，没问题，两三百没问题了，可以可以。哇，今天这加起来应该可以卖个四五百，挺不错了，这是秘藏坑啊。我刚才嘴还没抽干，我就看到整个坑都是黑影，然后群雕乱舞，遇到群雕乱舞。好了好了，那我抓紧拿回去给他卖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大家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走了。